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今天要玩点《爱丽丝疯狂再临》。那我们上一集好像就是最后好像打一只比较中型的舵灵，还有一个恰吉，对，之后都叫他恰吉就好。然后应该就是往这边走。现在呢？哦，这里开关。往上走。哦，突然关起来了。然后这边有三个箱。应该从这边上去吧。What is truly sold 只要有 is 心，必有所获。如果那是可寻获的东西，哦，这个荡秋千有点多。太惊悚啦！还有怪物欸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没有音乐啊？这还有，是上一关来的吗？冲啊！来吧，好，那这里往前走，是卡点吗？诶，这是要上去，然后拉机关。等一下，他踢得到，你的脚好长，还长了2根钉子。哦，开机关。哇！翻转，然后踏这个上去，再跳过去，怪物的声音。哎，太远了。爆掉了，还是还没，没了，那继续走。好，这个是，哦，找箱子。一二三四，要找10块。怪物的声音，怪物的声音。
我先除掉瞎子。 不能这样打，这样打会死。又按错了。虫虫好多。 是一只生哦，跟之前关卡一样，方式。这一颗头，好打的。对，它是一只生的，难怪打不完，危险。 哎呀呀！好，那进去这个小洞，第一个，还差三个。 这边有条路，第二个，那这里应该就没有了。那我们上去，这里呢？ 这里好像也没有，也没有，它上面是一个机关，我没看到。哦，开门了，关门。然后这边有个跳板，第三个，扫，哎，这边有东西可以站，哎，没站到，那再一次。 这个也要机关，我刚刚把它拆掉干嘛？赶快，赶快！哦，过了，第四个。 这个我就不拼了，我讨厌玩小游戏。开机关，剑娃儿。 哦，好凶！好凶的怪物，没了没了。接下来往哪走？应该是这里。 这秋千，你这样荡没问题。等他荡一次。
刚好。哎咻！有一个新的阶梯，然后听到怪物的声音。我在这里。好凶哦！隔墙打到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跳回来把它打掉。很会躲攻击，很会。快掉了，那继续往前。好烦哦！好过了，没有600多个牙齿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想要强化什么？哪个好？码头随心好了。哇、哦，铁制的，铁制码头锤。哦，哦，哇哦！这个效果高伤害，但是效率比较慢一点。没事，那我们看一下要往哪里走。这也是第八间房间。然后呢？你这里了吧？往上。There's a tool for every task. Even the humble funnel has a special job. How would you get gin from? 先回血回到蛮好了。好。哦，又是这一种，沿着墙壁的。哦，我听到猪鼻子的声音，在哪里？没看到，应该是要跳到对面去，这里，然后再跳到上面去，还是要先跳到上面？我对这种很没把握。还是跳到对面好了。也没有啊，可以直接过去不是吗？这里有个箱子 ，C。Looks like a
我果然眼光独到，这真是个完美的组合，快摇一摇你的新脑袋，新脑袋。哎咻！这是什么？不是我看到好像是一颗头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是怎样？这是要控制这颗头吗？这种玩法 好奇特哦！哎，小雷哥，这样子吗？还有，然后嘞，哦，哎。空白键可以发射出去，发射。啊 ！Try again。色太小丽了，啊，这新玩法，之前是2D，现在是这个，哎，也是一个小雷格。OK， 还有，哎，不能转一下方向吗？还是可以转，只是我没有转而已。也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是我还不知道我的小头在哪里，我就过了。我就一直按着，就像 GTA 一直按着油门。那先在这里溜滑梯吧，左边。我感觉越来越暗，然后一直被烫到。
快没血。这里是哪里啊？看起来好讨厌哦，这种好讨厌的气氛。我觉得我们这一集《爱丽丝疯狂再临》差不多就到这边了。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或在左下角点个订阅，随时跟踪我的影片动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